你要去看，太闹了，你好吗？早安啊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太累，然后我现在在垦丁，因为会先过来，因为今天那个短短他们会来这边潜水吧，然后所以就先过来这边玩咯，然后这玩完这两天，然后又要回去房，然后继续走，这到底要困多久啊？现在在垦丁啊，早安两位，早安要吃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今天吃海鲜吗？好，走起。哇，今天天气太棒了吧，对吧？而且跟之前的天气差超多，这就是国境之南啊，如果该被吸啊，还是很暖，是了吧？好了，你说什么？今天要去吃海产哦。鱼子有看到吗？走起。穿着，哇靠，是啊，那你们今年没有来高雄，今年没有来垦丁的，今年我两个月，六年，你两个月，为什么？两个月，来来走，我们进去里面先吃饭了。Here we go。不想聊太多。你是不是有人一直说你是大学生哦？你刚刚不是很敢讲？你讲啊！没事啊，没有检测还过的。你看这两个人装扮，这个人是短袖，然后这个，你看这个是什么组合？这个太闹。他这边的那个石头跟那个上次去高雄寿山他爬的石头是一样的，然后我是不晓得他这边是从那个水位退下来，然后珊瑚礁浮上来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可是我觉得大致上都是一样，因为地理位置应该都差不多。你看，很厉害吧？超大一个的哎！我打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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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鱼子，会很冷吗？还好。看看那边，像消磨，而且流鼻涕。走，吃起来。用杯子。先放那边好。现在来关山，吃藕类呢，好好看夕阳哦。两条香肠。看夕阳，然后吃这个关东煮，真是太棒了啦！好吃吗？为什么这个脸？完了啊！然后现在我在那个屏东夜市，然后好像会有小鲜肉。好，走起。可能夜市蛮多人的。哇，大了！
现在我们来到了恒春的夜市，然后这边是叫纽扣仓库。来，我们走进去哦。它外面是废墟，然后里面它做的蛮漂亮的。它保留了它这外面废墟的那个外观，然后里面就是吊一些吊灯。感觉不错吧，很 chill 哎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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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然后他走进来是长这样，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它里面的桌子都是共用的，他会先跟你收每人100块的那个费用，然后可以抵里面的餐点。很chill哈。来，先往里面走。它里面是这样子，很漂亮。然后它这边呢，纽扣仓库它这边里面有提供就是玩滑板的地方。然后我刚刚稍微看一下它里面啊，它里面它还有那个卖滑板。这是它另外一边，还蛮厉害的。它这种旧的窗花跟窗户，这是他们的调酒。很像在那个喝甜点的味道，梅亚酒。梅亚酒好喝吗？酒味还蛮重的。那刚才你的那个野莓去呢？我喜欢野莓柑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像汽水，味道不会太重。是啊。那么用力。还有我是老朋友，然后今天屏东。夜市，恒春夜市，恒春夜市，是我们最后一站，那么明天见，明天见。